四年前有了这个习惯，对于我来讲，这个只是一个习惯。我觉得房外面有很多声音，有很多人闹我，又不相信我的人。外面的世界只有嘈吵和一片漆黑。安静地吸一口，又吸一口，这个是我的习惯。我已经没再跟人说我的事，因为我不想再令人失望。身边的人慢慢离我而去，我一个人匿喺间房里边，吸一啖又吸一啖。有电话打嚟，竟然系维尼打俾我。你做紧咩啊？冇啊，歇紧咯。你系咪又食饭啊？不如算啦，到而家都仲要你失望。唔紧要啦，又唔止我一个失望，我都有人陪。张相系你妈俾我噶。听到呢句说话，我先知道阿爸阿妈佢哋虽然从来都唔会表达，但系佢哋心目中都系愿意一次又一次咁样同我一齐经历失望。如果我哋同呢样嘢比，边样重要啲啊？同任何嘢比，都系你哋重要啲。